好，我们这一堂附魔主尊是魔力之天菩萨，啊，这是临时啊，临时增加出来的，因为明天就是魔力之天菩萨的正诞，啊，是重阳节9月9号。那么一般的民间啊，我们中国人都是庆贺这一天。那明天我们在中国城做救命地灾。救命地灾及敬老节的活动呢，所以就没有办法为他庆生，所以我们就提早啊，这前一天，这也是在几天前才临时决定的啊，临时决定的。那我们就今天早上，为什么在这么早的早上呢？因为下午2点在学校，我们有一个啊特别的一个预演。啊，大家互相的沙盘演练，明天这个活动呢，啊，要怎么样子的一个进行的一个流程，啊，义工们大家都是集中在那里，所以学校的学生现在也都紧急在加练，啊，这个排舞中，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过来，啊，所以我们能来的就是缘，让我们好好的修法回向，因为师尊说过，他个人，啊，除了这个。自己的本尊以外，他呢自己本身呢最常修持跟持诵的咒，啊，除了他自己的，好像阿弥陀佛啦、地藏王菩萨啦、啊观音菩萨啦、啊金母啦这几尊啊，这个大威的金刚啦这几尊很多的佛菩萨主尊，他自己修持持诵以外，最常持诵就是摩尼之天菩萨，唵摩尼之一首哈。因为呢，他很多很多的问题、灾难，啊，烦恼、意外，啊，种种人们的破坏，啊，这个欺负啦，啊，这种障碍啦，啊，他就是求摩尼之天菩萨，因为摩尼之天菩萨，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典，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这前几天我们有说过了，每天至少念7遍，啊，到达。我们的这个10月13号，啊，至少念49遍，你能够念108遍当然最好，然后每天念咒1080遍，能够念10000遍最好，啊，念到明天，啊，这都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明天要进行做的这一场活动呢，啊，能够一切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啊，一切都能够圆满成功。因为这个加上派名呢，就会比较有一些怕意外发生，因为那边的老人一旦是有东西免费赠送，他们很早就排队，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来，他不会说拿了一次就满足就离开的，反正不拿白不拿，所以他们会再重新排队或是插队。那所以呢，我们如果预定有多少，永远都是不够的。那你都不知道谁领过。我们现在尽量在找方法，怎么样克制，让他们拿过以后不会再来一次、两次、三次。就像同门去派这个宣传单在中国城，已经很多人说我们要至少来个4次、5次、10次都来。然后你给他申请表，他可以再 copy 啊。所以这种东西防不胜防，而且既然讲敬老节，你又不能对他们凶，也不能对他们骂，也不能对他们推，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是老人家。那所以要怎么样子想出一个方式啊？我现在是修法回向，人尽量少一点，因为第一次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合的经验的话，怕会出问题。那个地方就等于是3流9教，中国城啊，你们有去过中国城？花园角并不大，每一天流浪汉、法轮功一大堆人就在那里，一大早就在那里。啊，他们听说法轮功就整夜都在那里的，都已经坐在那里的。所以明天的时候呢，请大家同门去做义工，啊，眼睛张大一点。好，餐餐有人穿义工衣服，穿这个保安的这个背心，但是有的人没有呢，就混杂在里面，眼睛看，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人会借由这样的一个聚会来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是反对我们的呢，是要攻击我们的呢，或是要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自己产生自己的申诉的一个好像给人家注意的一种过程啊，一种这种好像情况，我们都随时要注意。所以种种来讲，大家就提高这种眼界，而且在他们还没有受到这种教育观念的时候，确实是要一段时间的训练啊，这个人呢、啊，人心的一种贪念呢、啊。啊，一听到说不要钱，即使你不需要，你都会需要去拿，想要多拿，人就是这样。如果说要钱，那当然就不会去动。那如果说是要钱，不拿白不拿，啊，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明天大家是为了这个平安，为了顺利，所以我们今天正好做这一坛摩利支天菩萨啊的这一个心愿，也回向明天大家都顺利平安圆满成功，让我们能够转达我们真的很希望，不是因为重阳节来派米而已，而是希望啊，如果真的加州地震，这三藩市曾经大地震过，是在哪一年？全部都毁了，是哪一年？1906年，18几年好像也是，对对。他们说平均差不多100年就会有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地震啊，一个大地震。所以旧金山的房子还有地形大家都知道，高高低低的都不简单，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去到那里，对我们啊来讲，以我们自己华人当然就在中国城比较呼吁可以带动啊大家的这一种感觉，所以就定在那个地方。那因为两边啊 ，Hilton 就在这一道桥的另外一边 ，Hilton Hotel 中华文化中心，我们在那里。然后我们现在要想出一个方法，譬如多少人才送上花园奖到 Hilton 这边来领米，因为在花园角我们来不及申请在那边派米，而且也是真的是啊，这个是错有错着。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住 Hilton， 那么我认为地方太小不够，而且要制造出给大家都知道的现象，应该到花园角。正好每天都被租去的情况之下，都满的情况，竟然两边接连起来，正好那一天都空，就是明天，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在我弘法回来以后，啊，几月几号？啊，9月。还是九月二十九我去，你看看，9月29还30我不知道。我就说去的时候，能够花园角每天都被租去做公用的场所的用途，会说那一天唯一的一天是空档。而且你们知道吗？很紧张的。我们10月13号活动，9月29还是30我才去，我才讲。然后那个 Bill 师兄才开始去问市政府，去接触了解。你知道我们的执照什么时候得到吗？10月10号是吗？你知道多紧张吗？今天几号？12。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人力、心力、精神，前天才拿到执照嘛。你们如果听我在回向，有时候会回向这个执照有没有？如果有耳朵尖一点的，很多人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活动都要跟市政府申请的，尤其是公家的地方。那市政府担心什么？怕我们这个活动起来会造成这个意外，造成安全的问题。上礼拜天我特别飞到西雅图祈求师尊大力加持啊，请求师尊，师尊讲了3次，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我整个心都扑通，就是最担心这个问题，其他都不担心，其他都不担心，来个安全有问题，那不得了了，不得了，真的是老人来叠几跤，
跌一下就不得了了。所以明天呢，请务必我们的同门义工，请大家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友善，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啊，礼貌啊，还有微笑啊，都是从头到尾恭贺他们这个敬老节啊，这个长寿快乐平安啊，这个顺利，多讲一些好话，不要推，不要挤，人人都有。啊，各方面拿着招牌啊，绕来绕去讲话，我们也许几百个人就上，然后拿了就走啊，多了一批一批。如果说我们对外公开3000份，我们多预备500份，3500份，本来有可能7000、1万，现在能够发3500份就 OK 了。那如果遇到暴动或是抢，我们也许说派完了，好。1000份就结束了，如果这样的现象，所以大家都要有那种反应的机制，因为确实我们没有去那边做过，我们不知道啊是什么样子的龙蛇混杂的地方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是一切都是以法会为重，那么来参加的是自己的同门信众，当然就不一样了。你在那边老人或是那些结缘就只是要拿东西，哪要听你又念又讲又唱的呢？根本不要，搞不好根本连那一种感觉守次序或是要安静的这样子的心情都没有。所以我们大家反而就说，大家总而言之就是机智好，应变灵活一点啊。那我是希望，我是告诉啊他们的这个负责的啊，这个团体呢，我跟他讲，我说早上7点就开始派，本来是说11点派，我说不要早上，因为他们老人很早就排队了，有单子，领了米，盖个手印再账，尽量能派的早上全部把它派完，下午我们轻轻松松的就做我们的一个聚会，做一个祈祷，做一个祈福。那他们愿意留就留，因为地方就这么小，平常就这么多人了。那位置呢，大家就先坐我们自己的同门，如果他们老人都回去了，赶其他的这一个团体的敬老活动，那么就由他们去，那我们自己同门就坐下来。如果有老人或有其他的外人要参加要欣赏，好，我们就退位给他们坐，我们就用站的啊，四周眼睛大家啊精灵一点啊，有任何的这一个可能性，因为听他们以前主办过这种好像结缘赠送的这个东西呢，他们老人是自己跳进来里面抢的，我们发东西的里面，你跟他讲什么不理你的，他自己进来自己拿自己装自己各方面的，你不能凶不能骂的，老人就这样，不然你再讲下去他就抓你的。指甲尖的，留着抓人流血的，啊！我们手被抓没关系，脸不要被抓到就好了。你们自己也要机智一点，就是了。OK， 好，今天求摩利支天菩萨，摩利支天菩萨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可以隐藏，就是说有什么样子的危险、意外、冤敌讨报啊，各方面的灾难，那么你可以藏起来。可以藏起来，隐身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再来，我们修行人修行精神不够，哦，一要修就马上打瞌睡，马上没有精神，这个也是要求摩利支天菩萨。昏昏沉沉，永远修法都不能非常的清明专注，这都要求，都要修摩利支天菩萨的法，都要求他的。如果他愿意帮助你，那你每一次修法就精神非常的饱满，好，从开始的前行到后行，完全非常非常的清晰，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反应都非常的清晰清明，这非常重要的。摩利支天菩萨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又可以守护我们保护我们，又可以帮助我们去除很多的灾难。那这个经平常多念，只有好没有坏，只有好没有坏，因为你不知道累劫累世轮回以来
你到底哪一世结了多少恶缘，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年，如果说有一世，你正好当到一个重要的一个阶级，那么国家跟国家打仗，你喊一声攻啊，你的这个令下，你知道死多少人吗？那些人就这样完蛋了吗？虽然是国家的命令，可是是你参与其中的，从大中小，这都跟这些你一令之下一阵令下所杀的这些都有关呐、啊。你看我们的历史，你看单单中国就多少的国家朝代啊，大国、中国、小国什么国？你看看这个，单单我们近年来的美国，你看美国这200多年前要统一就死了多少人啊，还赶走这个原住民啊，杀多少你们知道吗？那你不要讲了，我前些时候到马来西亚有一个学生、啊、他们马来西亚在我们指定学校读书的有好几个学生，正好去到他们的家乡做法会，那我们指定学校的学生就跟着陪着我去参观他们的一个龙王庙，那么他就带了一束花，那一束花呢就供上龙王的桌子上神桌的时候，龙王就讲了，你的脚有问题，你们家脚都有问题。那他讲，我就看他，我说同学你的脚有问题，他说对，他开了2次刀。那我再回头看他另外一个同学脚也一摆一摆的，那看谁，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因为他们家的做的事业生意，每次做什么活动都要挖土，都要铲土挖土，土里面有多少多少的神灵，这如果没有动过土的也许不知道，没有种过菜的也不知道，我在台湾就有很深的这种感受。好，我们要铲土做一个地方做覆膜，那个土上有蜗牛，有蛇，有蚯蚓，有蚂蚁，有很多的虫，有老鼠。你看那个挖土机啊，一下去啊，那个老鼠都切头切脚切尾的、啊，你知道吗？还有7个这样土拱起来的红蚂蚁窝，那每一个红蚂蚁窝至少有100万只最少的蚂蚁，这样铲平它，你认为呢？你以为杀生吗？还是不杀生？人们一只鸡一只猪都在那边叫。你经常要住的房子，你住的房子，你有没有超度这个房子？你盖起来，让你买到，让你租到，让你住到，死了多少灵吗？才促成你今天住在里面吗？所以这个超度是永远不停的，干扰也永远不停的。如果大家仔细深度去想，像我们吃的药，吃维他命药，吃什么医药方面的，你知道要杀死多少的动物灵来实验，今天这个药才在我们前面吞下去嘛？啊，眼不见为净哦，大家都以为自己很慈悲哦，都不对人家怎么样哦，这是真实的。所以你有多少的冤敌债主啊，等着来讨报啊？你以为一生当中都这么幸运无事吗？只有跟人家斗口角，跟人家怎么样子你来我往的不好，才叫做冤敌债主吗？不是的哦，很多很多。不然你试试看，人家牺牲你的生命，揍你打你，然后促成谁的什么样，你说甘不甘心啊？如果是你的话，绝对不甘愿的，永远有一股怨气的，是不是呢？一定有的。所以一辈子当中起起伏伏，高高低低，都是这样子来的。今天心情好，一下子心情就糟；今天精神好，一下子精神就差；今天反应好，一下子就顿起来。就是这样子啊，你所居住的地方，你所行走的，你所做事的，你所睡觉的，你所怎么样，都是有这些被
硬是要让你享受，让你有成，让你他们被牺牲掉。这自古以来哪一块土地没有被杀过的地方啊，太多了，我们所知道的也太浅薄了，太浅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你就要去了解哪一尊佛菩萨，他们发过什么愿，他们要怎么样保佑众生，帮助有缘的众生知道他们的誓愿，而跟他结缘，让他来帮助，来护佑。摩利支天菩萨写得非常好，他说如果念他的经，念他的咒，这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家的，他本身来讲，就是说我们有人要欺负我们，要骗我们，要绑我们，要牵制我们，要抓我们，要借我们的债又不还给我们，然后呢，这些都能够得到他的保佑。那有水灾有火灾都可以逃掉，可以避开这个灾难。所以很多很多 这些都很清楚，这都是我们一般会遇到的，一般都会遇到的遇到官非莫名其妙人家告你，遇到什么什么这些的，帮人家担保一下子就不成，全部他逃掉变成都是你的债变成什么什么都有这个整个来讲早白天的夜晚的通通都能够得到保佑。遇到冤亲债主你都不知道谁来讨报，哪一是你欠过他的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整个来讲都要让我们知道随时随地护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念我们等一下这个初定完就念摩利支天的经，念三遍念三遍来回想。你们平常念对你们只有好没有坏，这是真的。因为大家都有灾难，都有痛苦，都有烦恼，都有这些干扰，都有这些不好的，我们希望多得到摩利支天菩萨的护佑，大家有灾难能够化解能够消除，能够重转轻，大化小。好，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开始这一谈摩利支天菩萨的习灾祈福敬爱超度一切的这一个结魔的护魔所求。我们祈求摩利支天菩萨大力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大家的祈愿若是善愿迅速达成。因为我现在发现到每个人都有愿望，但是这愿望如果你加持他让他愿望都成，可是他的愿望又不是未来对他真的是有善果善因，你等于是害了他。你这样明白吗？让他未来又造业又受报又一世又一世。所以我现在谁在求愿我都会祈求他如果许的是善愿让他迅速达成，如果对他不利的愿就化解掉。如果说要嫁要嫁嫁要娶要娶要嫁谁要娶谁娶的正好嫁的正好都是来讨债的你正好加持他让他正好就是送到虎口里面，对不对呢他要做生意正好是遇到人家要倒他债的正好要投资这个正好都是赔钱的，你干嘛？所以我现在会转换一种心声，如果他求的是善愿那就让他成，就是这样子。那你们不知道你们许的愿是善愿还是恶愿真的不知道每个都认为自己的愿望是最重要的都希望达成但是我真的现在已经二三十年的经验，我发现到不要以为现在你以为你想的就是好的，过个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真的要去进这个学校，要进这个公司，要进什么地方买这个房子，正好住进去灾难重重，意外年年，车祸不断，对不对？这个病那个死那个败，
干什么啊？这啊，求上司加持哇，对不对？啊，做这个事业，哎呀，干什么啊？所以我现在的经验谈呢、啊，你们不要什么愿望都觉得好来求吧，你们真的不知道。正好你像我们学校就有个学生呢、啊，去啊，心目中的哈、啊、求加持，到心目中的有名的学校去，去了你看看，就遇到损友，冤屈债主，叫他去偷窃，一偷就被抓了，就关了，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你以为哦，让他读最好的学校、有名的学校就顺利吗？人生就成功吗？你都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人正好等着在讨你、害你啊！所以求的愿望，你自己你们求的话，如果是善愿，祈求迅速达成，就是这样。小孩要嫁谁、要娶谁、要去哪里，真的就这样子。如果没有不好的，通通不要发生，不要显现，不要乱求。你以为进到这个公司就好吗？进到公司跟人家吵架，哇，负杀，哇，就被抓去关了，对不对呢？一进去就遇到冤亲债主。前几天我们不是在休息斋法吗？有一个女孩子，你们有休息斋，晚上就知道了，东南亚来的啊，来这里求学啊，非常聪明的小孩，她的每一个成绩都比人好，但是遇到一个恶教授啊，色狼教授啊，喜欢他，想尽办法就是要留住他，不给他毕业啊。时时刻刻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就守着他。其中他女孩子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你用想的，女孩子单单纯纯，也不敢告诉家人，告诉任何人，教授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啊。每个人都毕业，他就是毕不了业，可是他的成绩都比人家好啊，又不敢讲，所以现在就爆炸了。你看笑啊，那天我们在学校不是嘻呀的笑。妈妈看到女儿这样，如果你们自己有小孩，是不是心很痛？一个女儿就毁了，是不是？你以为读名校很好吗？读博士很好吗？今天就变成一个精神病的女孩子了，是不是呢？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好追求的？现在人生真的是要明白一点，要深度去思考。一生当中，那真的你要讲清楚，你在骂他色狼教授，你骂他在恶子教授，你可以去告他。可是你再反一点来讲，前世的因果啊，你才会遇得到啊。为什么别人遇不到，你又遇得到？所以现在要求什么愿？哎呀，是善缘，善缘。老天佛菩萨，你给他们成吧。若是恶缘恶愿，要让他们得到恶果的，就化解吧。我现在都是这样，所以你们在求什么愿？哎，不成，然后跑过来讲我，啊，阿弥陀佛，感谢老天，让你这个愿望没达成，因为这愿望一定是恶的结果，假的一定是恶的结果。我以前说过，有一个师姐硬要嫁。我跟他讲，你三年内赶快去做功课消灾解业。现在嫁的全部都是冤敌债主来讨债的，他就不听，他就硬要嫁，嫁了三个月就后悔，啊，就离婚了。啊，离婚以后叫他做功课，有做有一搭没一搭的，隔了半天又拿另外一个男孩子的照片来给我看，我说不行，这个还是冤亲债主。他上次你每次都说，到底什么时候谁才不是我的冤亲债主？我说三年，赶快去做功课消业。赶快是行善积德。他说：“可是他那么英俊，一下就被人家抢掉了，对不对呢？”我没有办法讲。我说：“我叫你做功课，你就做功课。可是人就是这样子啊，那新鲜就刺激啊，就激情啊，哎呀，就各方面跑去结婚了。”结婚以后好幸福、哦、为了证明说他没有嫁错，没有选择错，是我错，对不对？哇，大肚子来跟我讲他结婚了，怀孕了，那没多久就生个小孩抱来给我加持了。我说你功课做完没有？他说哪有时间，生了小孩更没时间。我说你赶快做吧。他说上次我真的很幸福，嫁对了。没多久又怀孕了，
有一天老公跟她讲头昏昏的，好像不太舒服，她说那你就休息要不要回来，她说好，砰，电话挂掉昏倒了，就变植物人了，没有再醒过来了。一个才生出来，一个大肚子，你以为冤亲债主什么就来骂你啊？对日子难过吗？这个就是让你讨债呀，年纪轻轻的哭着来跟我讲，我能怎么做？你说我能怎么做？太多太多了，我说不完，说不完。我只是让你们知道，你们有这个缘，很幸运，很幸福，比一般人还得到很多的法。你们自己要去追寻，到底哪一个适合你，哪一个能帮助你，你们就要抓住，赶快，自己吃自己饱。我说过了。这世界上就是这么残忍，每个人都有一张嘴，真的是自己吃自己饱。别人最多就是提供食物给你，弄好给你，到前面拿起到你嘴巴，就看你开不开口了。你不开口，你永远是饿的。再好的什么人，再大的菩萨都一样，自己吃自己饱。这是我很早就已经了解的事了，这是真实的。所以呢，要解决我们的一切的困难命运，早一点明白这种道理，浅显的道理。你再怎么饥饿，再怎么渴，你们今天不来，你们不来参加，或是平常你们不修，自己的事哎。活菩萨、师尊，再怎么灵感，最多把这些菜、这些食物、这些资源送到你前面。再来还是要靠自己，而且不是永远都有机会的，因为太多人需要。你一直如果说不是那么样积极，也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配合，那下世吧，来世吧，这来世一波，马上又是一万年了，几千年了，在受苦的一秒钟的苦啊，是不是？所以把握，赶快把握，好。现在我自己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样，有人求怎么样都要完成他的愿望，但是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感觉到他想求这个，结果进去求发生的问题更比以前没有求的时候还苦，干嘛你害他？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又让我很不平衡，哎呀，让他死他才会成长，人要跌倒了才会知道说走路要小心，不要一直跳。所以你说要再怎么样做才好，你们问我，我也问你们，我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做，让大家哦哇好灵感好灵感，结果好苦兮兮的一大堆事情一直出来，意外年年一直出来，那要怎么样呢？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拿取，很难拿取，你知道很难，真的现在自己的心声很难。有自己有这种灵觉的力量的时候，看到他的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好难呢、啊。可是他一定要这样子才会清醒吗？一定要这样受苦才会了苦吗？众生不能有智慧，早一点像释迦牟尼佛当年走这一道门，看到人家生，看到人家死，看人家老，看人家病。他都马上有智慧了，我们不行吗？啊，知道听人家苦，不会马上想到自己吗？释迦牟尼当年就是这样才醒觉的嘛，才放下一切嘛。这历史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么深，可是就是很难去遵行啊，很难去遵行。所以给大家附魔片吧，讲那么多，哎，来吧，讲那么多。啊，今天有前几天我讲的啊，一位这个叫 Cindy 刘啊，刘香龙啊，他的爸爸就是在前面的这一位头光光的哈、啊，这位这是周师兄啊，在年轻二十来岁的时候军中的朋友，啊、我们在温哥华加拿大。四十几年前遇到的，所以呢，他的女儿啊，10月10号去世了，
就如他的心中的愿望，他等待着他五岁的女儿生日那一天，支持那一口气，要跟他庆贺、照相、吹蜡烛。结果想不到一切都结束，就放下了。就这么样子的一个，所以爸爸今天啊来跟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超度，从西雅图专程来，啊，这个实在很不简单了。你看，五年前老婆去世，五年后，啊，这个女儿去世，人生你应该这一世够了。你一定要从内心发出，你比谁都有这种经历，你这一世你心里都要有数了，你还要重新再开始来世同样的大小经验嘛？所以这都是教人家的，很多时候都是在学习，在增加自己的经历，人生经历。所以你在修或是各方面祈愿，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不再轮回，而且这一世要所有以前有结过缘的，迅速这一世能够了缘了业。你有这样的决断力，有这样的意志力，你到最后走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心愿，来世啊，不会再像一般人一直要追求要更多更多更多的这个地球上的物质的东西，然后很辛苦。啊，他的女儿跟我的儿子以前因为我们啊结交，他们住在西雅图，所以我那时候早期啊我去西雅图的时候都到他们家去居住，所以他的太太、女儿啊，他们一家都帮我接送啊，帮我照顾我那么小小的小孩啊，这是早期的姻缘。那我有讲过，那现在的女儿啊38岁，啊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过5岁。那现在他生，他是什么癌症？嗯，淋巴腺癌。他是先从大肠癌到肝癌，然后全身慢发到淋巴腺癌。啊，现在的人为什么这么多问题？而且死的时候都要这样的病呢？一点都不尊严，很痛苦。那不过我看他还好，大概现在医药很好，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胃癌去世，这个40-50年前的癌症跟现在不太一样了，那种痛起来，那简直就是要咬舌头自尽的，用头身体去撞墙壁，所以我们小时候不懂，看着他一直撞墙，很怕，不知道怎么办，也不敢叫。我在旁边看着我爸爸在撞墙壁的时候，哇，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对一个8-9岁的小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痛嘛？他自己是医生呢，那吗啡那个药打过止痛，一下子过了就开始痛。现在好很多了，现在真的药很多，真的是改变很多，但是就是。这个科技这么厉害，什么都发明，就是发明不了对癌症的一个解救，是不是呢？花了这么多的钱，结果你看我爸爸都死了几年了，50几年了，都还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药方药法来这样子的救济，到处听都是癌，是吧？那时候我到医院去看他女儿，前几天他旁边有一个外国人一下叫我儿子的名字，哎，他怎么认识他？结果他给他看手机，以前我们跟你合照的啊，你10几岁19岁去神和岁大学念书，我们去一起看你啊，怎么样？哦，聊起来，然后他就跟他讲，我昨天才刚从西雅图赶过来，因为他也剩没有几天了赶过来。结果他告诉我儿子说，我跟他高中是同学，大学斯坦福大学也是同学，他现在生癌症要走了，我也生癌症了。他生什么癌？他也同样是癌，骨癌，他乳腺癌转成骨癌。你们听到没有，各位，也是30几岁，也结婚生小孩了，
人生是什么？真的人生要追求什么？你是在等时间呢，先送一个走，对不对？他还有比他晚一点，所以这个叫Cindy Liu刘香龙。他10月10号，他进到我大儿子的梦中，早上清晨，非常惨，很凄厉的求他救我，叫我儿子的名字救他。我只在睡觉，感觉到有人一直在很凄厉的叫他救他，谁呀？他在梦中觉得就在耳边很这种很活，生活性的很活那样子。他说是谁呀？谁一直在叫我，而且要救他？他就马上意会出来说啊，就是他这个 Cindy， 他马上就出音了。他说 Cindy is you， 我说。How can I help you？ 啪一下就醒过来了。清晨呢、啊，他跟我讲6、7点，就是这样。然后你知道吗？他妹妹妙行就跟他讲：“哥，以后不管怎么样，梦中或是怎么样叫你都不能回应。”他说：“哪那么厉害的，不回应？”他说：“你要知道，尤其将死的人或是已死的人，千万不要回应啊。”他说我都回了怎么办？结果没有多久就上吐下泻了，就真的就马上那个气息就来。那正好我去，我前两天嘛我去，你知道那没多久，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时间差不多了，他现在非常的惶恐害怕，他大概要走了，他不知道求谁，那他大概很难入我的梦，然后他的磁场那就录他，他想得到他，你知道？那果然没多久，爸爸就打电话来，他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哦，这人哦，要死的时候发出想谁那个念头，有时候会进入这个梦境，或是感觉是周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有时候会这样子的。那，但是我临时接到他，因为我通知他，万一有什么，马上通知我。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准备的，心里没有平常有修炼的准备，一定会害怕，一定会不舍。所以你们现在每天修法，也就是在训练这一刻，观想任何一尊，你主尊、本尊、师尊，任何一尊，啪，记住他在你的头顶虚空放光铸造，记住他住在你的头顶，记住他进到你的心中，记住他跟你合一，就在你心里。记住，放开它，放大它，你跟它没有分别。这时常要训练的，所以你任何时刻，时刻一到，啪，你就放开了。像这样子没有修炼，都是忙于一般人世间的世俗家务，到时候到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他读到 Stanford， 他做到 business 的 consultant 是吧？到处做得很好的，可是喊一声，尤其健康，年轻以为你可以熬，你可以熬夜，你可以跑，你可以乱吃，你可以不照顾身体，加上命运就会这样，都那么年轻耶，各位，都30几岁耶，都30几岁耶，嗯，今天，啊，幸好。他爸爸及时打电话给我，我在接应他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然后非常的难过，然后要不断的跟他开导，到最后哇，经开导以后，啪一放就上了，就好像你坚持固执，一直搬重的搬重，人家跟说你放下，你走不了的，腰都痛了，路都已经开始没办法，东拐西拐，人家说你放下来，你放下来，你就是坚持不放，那痛苦是自己呀、啊，你硬要去搬那个重量的东西，结果旁边的一直劝你就放下吧，你就放下，那一刹那旁边一直在督请你放下，一直在叫你放下，真的没有人
跟你解说，你还是坚持的，但是旁边一直有人很有耐心的一直不断在劝你放吧，你放下就轻松了，放下，他那一刹那啪一放，他就真的轻松了。就是这样子，要有人在旁边，平常就要有人能助念，各方面更好。好，我们开始来护摩片。第一个写紫莲汤。哦，这个现在我刚刚在讲 Cindy 哈，这个刘勤刚哈，做爸爸的，他 Cindy 现在在你旁边拿花，谢谢你。啊，现在在旁边，他现在大概有听到，拿花拿一束花，再送给你，感谢你。依照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白发人就是父母亲了，还没走，小孩先走是比较难过了。但是换个角度想，今天他可以在真佛密法的引领之下、超度之下，这世界上五六十亿人口要遇到还不简单，而且正好我在，我经常不在，这都是福分啊，这是真的。啊，我就说同门，如果大家有心，他自己或他家人总是正好我在时候发生，那正好我可以及时去帮助，或是去引领、去超度。所以你正好赶过来，好，从西雅图赶过来打电话。去年这刘师兄就打电话希望我去看他，但是我打电话，我正好就要出国弘法，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那时候他刚动手术出来 perfect， 医生说没有问题的，手术成功，所以他认为他就好起来了。可想不到半年啪就蔓延开来了。所以动手术不是说当下医生说没事就永远没事了，开得很成功啊，谁会知道半年后全部就蔓延到肝了。只要癌症到肝到脑，那都是很困难救的，那是最难救的，所以就来不及了，就没办法。然后断断续续一直打电话，正好都碰到我在外面弘法。那这一次只剩下没有多少赶过来，就是这样。所以人生你看是不是呢，两年。好，紫莲堂的这一片，万佛摩利支天菩萨那令紫莲堂光明吉祥律令纲后面的祈愿，10月13号2013，与中国城主办之 SOS 救命地灾敬老活动，一切平安顺利圆满成功。好，默念几次以后再来，就第二片写自己的名字。好，祈愿。主尊放光护持，一切逢凶化吉。念个三遍七遍，念念一遍，逢凶化吉最重要，表示都还有希望能够做，能够救。那如果遇到凶不能化解，那都没有用。多念几遍，放在医师里，在菩萨那边开个户头，让他知道谁在那边开户头，为什么开，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放光扶持，一切逢凶化吉。好，我们开始，好，进行摩利支天菩萨的圣诞祝贺，啊，及结摩供养的父母。祈求摩利支天菩萨放光加持助照，下降受供，普施甘露，大力帮助今天与会众等、报名众等，一切逢凶化吉。祈愿摩利支天菩萨大力护持今日与会参加报名众等，
身心安康，出入平安，精进修持，灾难消退，一切一切皆能于今世轮回之中增大福慧，能够永断轮回。唵嘛呢叭咪吽。首先顶礼根本传人上师历代祖师坦诚诸佛诸尊及今日父母祖尊南无摩利支天菩萨。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唵嘛呢叭咪吽。上师好。大家好。好，我们已经做完摩利支天菩萨的父母了，预先提早一天来庆贺。那刚刚我有稍微讲了一下，今天为一位这个师兄的女儿做超度 ，Cindy， Cindy 做超度。那么她刚刚拿花出来来献给爸爸，来感谢她的这个生养之恩，生养之恩呐、那么他就是这样子讲，他说：“我病了，你照顾我，但是你病了，谁照顾你？”我就讲这句话，表示说，虽然小孩子是在国外成长，生长，但是走了以后就知道了。或是他自己也当了妈妈，也了解了，人生就是这样，离开了父母，那么长大了，自己也成家的话，立业的，你真的也没有办法再跟以前，没有结婚前，没有家庭前，再跟以前一样，跟父母亲的这种交流，互动，都是这么样直接单纯。都是各自要照顾自己的家庭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这样子的提示，我在病的时候，父母亲都是放不下儿女的，绝对都是怎么样都要来照顾，即使他已经嫁了，已经娶了，做父母亲的还是永远都是这样付出的，但是小孩子不会去想父母的付出。他不会想，他只是想，你照顾我好像是从小到好像很自然应该的，但是感同身受，如果自己也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就会了解谁是应该谁是不该，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身为父母就是很奇怪，好像应该自然就要这样子的付出关心，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呢，刚刚是这样子讲，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倒是蛮要去注意的。他说：“我们家是每隔五年就会来一个的。”哇，那你说呢？上一个是你太太，他妈妈，现在是他。下一个是谁？那自己就有这样的提示，因为人啊，当在灵魂在这个色壳的时候，这个色体的时候是完全不清醒的，被封住了。但是，一旦他出来，然后再加上有帮助他去提升的话，他的境界就开了。他的心眼就看得到了，他就知道未来会什么，依层次级别来看多远多高多久，就是这样。所以高龄有高龄可以预知什么，看到什么，讲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不叫预知，他看到了。那低龄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就有修就有德，有修就有别，所以他提示了这么一句话。他提示了这么一句话，那他等于也是在他的范围之内，能够讲什么他就稍微讲一下。那他
好，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那么就已经提升了，已经提升了，跟前两天他走的时候不太一样，他今天就是非常的平静，平和，非常的想得开了，了解了。因为那时候我在接引他，他很痛苦，我说你放了，你不放也没办法了。也没办法，你现在已经回不了你的肉体了，你肉体已经坏了，你的灵魂不能进去了，就是这样。我们玩一个玩具，不管什么用品需要用电池，我比喻过生命就像电池，不管你什么东西，你停电了，你就要再装电，电池再充电，你没有这个东西就没用了。不管多贵多好多漂亮的外表，通通没用啊，就看你的手机，你手机再怎么样，你没有在充电，没有新电池，没用啊，发挥不了用处啊，就这么短暂的生命啊。我们今天都活在这样子的一种接触当中，可是不会把生命连接起来去想，非常短暂的用时啊，用的时间啊，你以为你有多长的生命可以让你浪费，可以让你这样随便乱用，时间到了就是这样，没有事先的训练准备，都以为有大把的时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下子轰就来到前面了，就来到前面了，就已经接触到了，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前几年有一年送神日以后庆生，好，特别快，还没有开始招请，活菩萨紫莲堂活菩萨全部下降了，马上就讲灾难来了，三年死四个人。以前没有直接讲死的，只是讲生命危险，那还有一线生机、哦、那一年直接就讲四个，而且包括你在里面，就这样讲，还包括我在里面。我跟你讲哦，跟大家讲，如果我听到佛菩萨跟我讲说你死期到了，包括我以前25年前会怕，自从生过妙症，真的死亡过以后，再回到人间做事，我天天在等待这一句话，我真的都在等。就他一讲，我马上心里就微笑起来，我已经了业了缘了，老天愿意让我回家了。25年前我不肯回来，师尊硬逼我回来，连老天都配合，让师尊阻止我回来，西雅图下一场大雪，让他四个轮胎都断掉的雪链，那被逼着要回到办公室等我发生这样子的命难灾难，然后才有办法接到电话来救我，连老天都要这样，所以我的生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我这一生当中的际遇不是我可以控制的，都是操控在老天的手里，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我才说很奇怪的，如果人们不了解说我这次是来做什么，而要阻碍破坏谣言相传，因果多大，这是因果多大。我常常就要修法回向，千万不要因为我的关系而让他们以后因果多重啊，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阻碍什么。从一个基督徒22年能够转变到佛教徒，如果不是一个很强烈的事迹让我改变信仰，哪有可能？没有月经生3个小孩，如果再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然后再转而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33个国家不是普通的人可以走得下的，一个国家是好几十个道场，有的兴旺的佛教的东南亚，
真的走不完，真的走不完。你们可以停在这里，下一段时间再看到我，可以跟以前这样子的生活。可是我已经跑遍了大半个地球了，没有停过，真的气都喘不过来，就是不停的要去播种，不停的要去宣扬，不停的跟大家分析鼓励，不停的跟大家打气，不停的跟大家指引。这种工作没有停过啊，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所以这一条路的走向，如果你心里不是非常的坚定，很困难。所以当佛菩萨跟我讲这四个当中有一个包括你，哇，我就非常的心安了。我觉得不是我自己不做，而是老天给了我一个指示，好，那我就准备了，我还是照样去弘我的法，照样做我要做的事，并不是说哦，门关起来不见客了，哦，怎么样子闭关了，哦，准备走了，不是，每天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但是呢，突然之间就出现第一个，就是莲开法师来一个肝硬化，来一个肝什么什么瘤啊，什么这些的。你知道生癌症，肝病是最危险，肝还是没得救的。一个人生病啊，里面啊最怕就是肝出问题，因为它是没有神经的，不会痛的，哪里都会痛，就是肝不会痛。等到肝完全陷入状况，那就已经是末期了，没得救了。大家摧残这个肝，晚上都熬夜不睡觉，种种这些摧残，饮食这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摧残，从你以为有的本钱开始摧残，到了最后他完全没办法救了，你也没办法救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你看每天熬夜啊，整天都睡觉都不足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来了，时间到就来了。那个中医都已经摸到肿瘤了，真的去找西医也是检查指数61000，吓死人了，一都不正常啊，61000，不可能的事情。那怎么办？我们还需要他、啊、对不对呢？所以我就跟老天讲，不可以啊，他现在还没有完全交代好就走，这样会大乱啊。那所以就除了做附魔修法回向 OK 好，正好我在台湾学到一个排肝胆排毒的，哇，回来拼命的要他两个礼拜就肝胆排毒，人家是一年排两次，我他要两个礼拜排一次，然后喝大杯水，种种种种这些，硬把他61000的指数逼到恢复到零，恢复正常，这是奇迹耶！你们真的都不知道，听故事而已耶，这条命硬救回来。那救回来，那时候我动了一个意念，我说我收遭的这些法师义工都在做事，请千万在这个观点的时候建庙，好、啊，这个最最急迫的时候，这些人都需要帮助，不得一个人能够生病或怎么样，请老天安排，我能够做的、能够替代的到我身上来，还是拿起我一向的作风。既然已经宣布我了，四条命，第一条命值得，我这样子讲。结果谁知道，这样子的念头、这样的求愿，啊，半年后，在学校煮饭的我大嫂，就感觉到不舒服，回台湾检验，肺腺癌就死掉了，在学校帮忙煮饭，啊，突然咳不停。就肺腺癌死掉了。再来就是去年4月，我的妈妈91岁，上香，跟我的祖先，我爸爸求，我够了，我活过了，我这次我活得最老，在我们家族里，请接我走，我够了。香一插，半个钟头以后就倒下去就走了。哇，那种死真的是太快了。太实在无法思议了，他也没有像我们这样轻轻锵锵修，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持咒手印灌顶，人家就是这样走的，就因为他是我妈妈，对不对？我感谢他帮我照顾小孩，让我20几年世界各地弘法，没有后顾之忧，帮我照顾家里，他有他的功德力，他助我来做成这样子的菩提事业。所以人呢、啊，不一定就是给钱或是各方，一个心一个力
都可以完成他的功德，不是只有经济能力、钱财。那做母亲的帮助儿女好像应该的，可是不是，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样子帮我去利益众生，我哪有可能能够做这样子。我说过，紫莲雷藏寺还没盖以前，我去帮了11间雷藏寺，从没有做起来耶。你们想想看，一个道场就不简单了，还雷藏寺耶，无数的道场，我算不出同学会堂啊哪里，无数走到哪里做到哪里，走到哪里做到哪里，就是这样子耶。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应付的。没有想象，没有办法去想象。我自己回头去想，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我们可以做这样子？都是老天要你回来做事，大力的加持你才有这样。然后再来，我妈妈去世完，不到4个月，我在洛杉矶的哥哥早上醒来，刚过生日，觉得心里心脏不是很舒服。闷闷的，他告诉他老婆，他老婆要不要去躺着休息，他说要不要去看医生，他说不要，躺着休息好了，结果就倒下去了，心肌梗塞，20分钟里面就去世了，就是这样。那我就知道了，因为在他们3个当中，在我大嫂走的时候，我就开始腰成问题了，我就不能走路了，一个礼拜去见，去马上送到急诊3次，从来没那么紧急的，一个礼拜送3次，那住医院2个礼拜，我就知道了，好，我一定要到台湾去，师尊在台湾做法会，我一定要到台湾去，为什么？死都要死在师尊前面啊，对不对？哇，才保证往生嘛，是不是呢？我们今天做什么事业最好，做什么能够终其在那个事业最了不起了。所以我常常看到说什么滑雪的人，什么滑浪板的人死在海上，哇，了不起啊！他若死在汽车上，死在哪里，那才不死得其所，是不是呢？这就是他的职业嘛，是不是呢？他在其中，他怎么心怎么样子，所以都是他的一生的生命代表嘛。那我既然是信仰这个，根本上是还在，我要更清净的修持，更清净的了悟，更清净啊的这样子的一个离世，所以我就赶回台湾了。那赶回台湾，撑着腰骨，怎么样没办法动，每个礼拜都要做。来回都要坐6-7个钟头，从清晨8点到晚上11点，撑一天，每个礼拜一次。我像我回到美国也是一样，每个礼拜天飞6点的飞机，晚上9点回来。即使这个法灌完顶，我也是这样做。为什么？这是一个心，一个心理，一个心态，根本上是注定，根本上是放光中，根本上是永在我心。今天的智慧，今天的一切都是根本上师的因缘而来。我们今天做事就是这样。结果我在帮我哥哥做超度的时候，殡仪馆的同门他就跟我讲，上师，在中国人的民俗里面，1年之内家人年死2个，那第3个会跟来，这是中国人的民俗，无三不成立，尤其是死人的时候最感应。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棺材，假棺材，放在灵前，贴一张符，表示什么？让这个死神要再来家里抓第3个的时候，已经看到棺材，就是说已经有人死在里面了，第3个，啊，你们不要抓了。就是这个代表，这是民间啊的这样子的一个习俗。所以他就跟我讲，让我知道为什么前面多了一个小棺材。那你们知道我怎么样想吗？我马上想，我躺在那棺材里，就是我躺得非常的安详，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自己最后的时间更亲近根本上师的修持，痛都要这样子去坚持去。我那时候坐轮椅，我那时候拿拐杖，那都是这样子硬撑出来。我没有拖累我的家人，任何人在美国的人去台湾照顾我，一步一步自己站起来。医生说要开刀，西医中医也没有办法，马上及时止住我的痛，我就靠自己，用观念，用忍着，用怎么样子消业的心态去把它清除这个业报。该怎么样来吧，这一次该了愿的，该了业的，该什么来吧。如果老天你们觉得我还可以受用，还可以被你们利用，那你们看着办吧。如果你们觉得利用完了，好，那你们也解决吧。我就这样子跟老天说，我照样做我的，结果他们认为我还有用吧，所以很奇迹的就让我站起来。我也没有接受医生的治疗，也没有吃任何药，就让我又站起来。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我连楼梯都不能踏，那小杨法师还做半截的那个踏板，让我一步当中再踏，然后扶着那个扶把。真的，我真的不能走，但是我还一步一步的走上来。那这是真实话，结果那一关大概就过了吧。那一关过了以后，让我人生观更加的不同。所以你们要体会啊，尤其上了年纪，不是再年轻了，年轻了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想。就像昨天那些年轻，妙华、妙行、妙正，这叫年轻，二十几岁叫年轻。哦，那他的哥哥的那一代三十几岁，啊，当然就差十岁、十二岁一周了。啊，那么一年周、十年、十二年就当做这个是老人了。妙正称他哥哥差十四五岁是不是老人、老男人了？他的朋友称呼你们那个时代。那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你跟我的时代，我这里面最老的一个，是不是呢？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大家都在讲怎么时间过这么快，以前才刚出生抱着，现在怎么都这么大了。是的，你看着这钟在转，你知道那时钟没动一下动一下，那是你活在这世上生命的拘留，就少一次，少一秒，少一分，少一个小时，少一天呢。没有人去想吗？你不可能再同样的再来一次了，这一生就是这一次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好？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还有什么事情以前没做，现在要赶快去做的？所以为什么我的弘法，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走下去了，但是欠的法债这么多，答应的也没有去的，累积起来的，旧的还没还，新的又在请，走过每个人都真的又要你再回去，怎么走得完？走不完，可是怎么办呢？你牺牲睡眠都没办法。所以很感谢金母，在2011年11月13号，台湾师尊主持的十轮金刚放流活动、放生活动，啊，这个雕沙沙雕的金母就跟我讲声音。从那一天，他就安排我的开示不必像以前要跑到某个地方才听得到，而是只要上网就听得到了。上网，你就可以看得到我所有的开示了。以前就只有谁要听才给他们，现在不必，而且大家听到觉得好听，觉得可以受益，可以帮助自己跟他人，主动又在设他们的网站出去，又在到处传阅，哇，轻松很多了，不必再像以前马不停蹄的跑了，轻松很多了。很感谢金母，他认为我通过了吧，
讲的话可以大家都受益的话啊，就可以这样。我是真正的用生命在做事的，用我自己的全心力在走这一世的，因为25年前早就不活了，早就没活了，师尊叫我回来做事又再回来的，所以这25年来每天度日如年。怎么那么久的事情永远做不完，怎么样回家呢？你知道一个想要回家的人那个心理是怎么样，竟然决定要回家又回不了家，这个阻碍那个阻碍那个阻碍，哎呀，你知道心里多急吗？我心里是很急的，所以我就告诉 Cindy， 我说你都可以解脱了，你应该拍掌吆喝啊，你已经了业了缘了耶，你还有什么不可以放的？后来他刚刚出来讲，他说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个地球这个人间这个世界另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他现在才知道。当然了，那个世界不是用肉身可以去的，他才知道原来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好这么多，他都不知道。我说就是啊，你看你多幸运，你可以了业了缘的，我们不可以，还在受苦，还自以为享受享乐，还觉得自己幸福幸运，你都可以放了才到那里，你真幸运啊！就因为你今天皈依真佛宗，有这样子的净土摩诃萨埵池让你免费去，真是的啊！你要多少做多少功德你才可以耶，真的啊！那多少人又敲木鱼又那样又念佛又什么，还不见得可以去，三两下就可以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从那里来，那是我们的家。当你是家的主人，你要欢迎谁都可以啊。所以我经常说，超度对我来讲并不难，因为我的家在天上，摩诃萨埵池。所以我只要开口，我愿意，谁来谁都可以来，就差他不愿意来。所以灵界的众生很多来找我，你像我们的精英身众都这样子来的，这都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来的。对，对超度来讲，对我来讲就是这么一回事。但又不能讲说你们都走在我前面，我帮你们超度都去，对不对？不能这样子讲。如果你们想要多活那你们就多活，我真的很想比你们早走，就是这样，我自己能够自主的话都很希望比你们早走，就是这样。留在世上看着这个战争，看着这个暴动，看这个乱，看这个灾难，天灾人祸到处都是，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人那个人，心啊会被受影响，自己没事看周遭的人事都会受影响，一下上一下下，是不是？所谓的什么叫永恒不变？没有啊，没有一件事情永恒不变，没有啊。你看看我们以前30年前的20年前的照片，不要说20年30年前，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看到一张照片照得很丑，我就想撕掉，我说不要撕，我帮你保留，20年后你会感谢我，你以前怎么有那么年轻漂亮的时光过。我妈妈这样跟我讲，我那时候听不懂，真的20年后她拿给我看，哇妈，你什么时候有这张照片，我什么时候有照这么年轻的，我说我20年前就跟你讲了，青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一生就是这么一个一次的机会啊，再怎么样子丑，只要年轻就漂亮，你老了才叫做丑，
年轻，皮肤光滑，再怎么样都不丑的，在老人家的眼光里。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阶段。好，那么今天的魔力之天菩萨已经做完了。好，希望大家能从中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其实我刚刚好在教大家说啊，祈求啊这个魔力之天菩萨放光护持，然后一切逢凶化吉。我心里就在想，人生真的所有的灾难都可以去除得了吗？毕竟要死，能够真的完全除得了所有的灾难？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目犍连，神通第一的十大弟子之一，只要是敌人冤敌债主，以前是哪一世显现要杀他、要打他、要欺负他，他就用他的神通力量化解掉、逃掉、隐身掉，所以就没有一次到他身上报复得了。有一天他想，我要逃到哪一世，他可以长寿，他的冤敌债主可以一直不断的轮回再来逃，他要等到哪一世永远这样子逃，永远不必还，永远赖皮，就这样子把它花掉。所以最后他想通了，不要了，该了的业就了吧，否则永远一辈子永世欠着。所以那一世啪，他知道他今天走出去会有冤敌债主会害死他，会用石头打死他，会用石头推过他，会把他碾成肉饼肉酱。他知道了以后，他坦然面对。所以最后神通第一，能上天下地的神通第一的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最后死于什么？乱死，变成肉酱。故事往往都在提示我们，你到底了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吗？要逃到哪一世？逃到什么时候？如果今天人家欠你钱，你跟人家借钱，然后你告诉他什么时候要还，结果没有，一次又一次人家一直催，你就一次又一次的赖皮，什么借口都有，你说呢？别人的感觉怎么样？或是你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人家借你的钱不还，或是怎么样子不还，不要说了，像以前我们刚移民到加拿大，周师兄一个拜把好兄弟，也是移民到多伦多加拿大，有一天打一通电话来说他需要跟我们借钱，他需要怎么样讲一堆，我们那时候也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可是因为是拜把兄弟，所以周师兄就是拿信用卡去借，自己去付利息，寄过去给他朋友，他朋友跟他讲，我三个月我一定还。哇，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们每个月背利息，三个月跟他讲，他没有主动打电话，就开始打电话给他，他又讲很多理由啊，再三个月，我们就老实人又等三个月，利息就背了半年，又打电话给他，他还说，哎呀，现在很紧啊，怎么样讲，再过三个月，每三个月延一次，一年四次，然后最后在第二年跟他讲，他就说，你就知道我很困难，你还一直打电话来，我告诉你，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你逼死我我也没办法，还跟周师兄在电话里面骂了一顿，你每次打电话来更增加我的烦恼压力，你知道吗？周师兄开不了口说，我们是用信用卡去借的，老实人就是这样。那你说已经事隔三四十年了，周师兄心里平衡吗？没事还会想起来，没事想起来还会骂一下，会甘心吗？绝对不甘心的，已经存在他的灵魂意识里面了，这一条命没有了，以后还是会追着他逃的、啊、就是这样子啊，还到哪一世逃到哪一世，所以人就是会这样子的，你说呢？想要生生世世平安无事，那么就去清所有的业障，去还清所有的债缘，
那就当然就无灾无难无病无痛啦、啊。这很清楚的事啊，灵魂又不是就一世啊，所以啊，就是跟大家讲，那么因为这张纸写来说，上师义工同门都在学校等了，所以我们要很快速的稍微整理一下，好，我们就要往学校去集合了，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过来，好，都在准备，所以呢，明天是个大活动，啊，那希望大家明天大家好好的发挥，不管你做哪一方面，或是参观，或是怎么样，反正大家都尽一份心，啊，祝福大家一切吉祥圆满，Om Mani Padme Hum。